自信吗？这样比较放得开吧。那有放吗？我们放开一点好了。有吗？我都没尴尬，等一下就知道，所以待会就恐怖的哦。哎，不要烫灯灯。唔当，我是唔敢看，我先跟你讲哦，你唔当安尼哦。我是我是唔敢看，真的。哎，我是真正唔敢看。我惊啊！我是在疼，啊，我人去后台，我疼。我也无爱，去后台关系就无同啊。是吧？因为你是小鲜肉啊，对啊，那一种感觉又不一样。安哥哦，你看你也不带劲，不会啦，你尽量有自信一点啦。其实你也卖讲，今天无人知好不？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我真正看不出来，我感觉哦，真正即马的迄个男孩子啊，拢很纤细。为什么？现在应该比较多那种吧。去台北又看四个，对对对，真的，啊、大家都很纤细，然后女生都做大只呀，那哈，为什么？我就这么搞不清楚，哎，女孩子啊，走在路上啊，你瞧的才是女孩子，还有在看台客新加坡，对啊对啊，比男生更像哎。对啊，然后现在的男生看起来更像女生呢，对，很奇怪，到底是靠化妆的，是吗？对啊，我觉得，没有，我看那个 YouTube 有很多。就那个肢体语言啊什么啊，真的比女生还要柔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天生会比较哦，天生一的属于比较那个，就小时候比较靠秀气一点的。哦，对啦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无多 man 呐，啊无多 man 之后的啊，不然我就换女生呐，哦对，应该是安尼吼。做自己。对啊，就是我是男生，但是我没办法 man， 那我就女生这样子比较柔一点，这样也适合我啊，哈、哦。所以没啊，今晚咱做开放的好不好？对啊，现在比较开放一点。对哦对哦，所以大家接受度都很高了。你别一直讲国语，我知你讲话足忝的呢。啊，讲台语好。对啊，讲台语，台语蛮通的不？我拢一直爱请你讲国语，我国语不是爱练登呢。啊，我讲我用台语好。你用说国语啊了。你习惯说国语，都习惯说国语。哦，我都习惯说英语啊。那、啊、你讲一句我听看看。没呀，我拢讲台语怪事，所以我拄着讲国语，我直接我拢感觉就对我来讲是出发的安尼。有时候变台湾国语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本来就是啊，你台语讲怪事，我去讲国语又无啥会认同安尼无？就像你讲国语怪事，讲台语袂认同同款。对啊，就两个都讲几下，唔知你讲啥安尼。我是两个拢会使。我嘛是拢会使，只是我袂标准安尼尔。对啊，一般台湾人拢听有我的台湾国语啊，安尼叫做台湾人拢听有啊，听有啦，叫做清澈的你诶，迄一看知影家己的你诶，对，啊你拢一直讲国语，人就开始怀疑啊，哦，即卖讲台语，即现在外省人还是安怎个，嘿，还是迄个外国倒来无？中国过来的，对对啊，哦，你莫安尼哦，你武汉来的，我会惊哦，对，他不是，他是台湾人啊，因为即卖的年轻一辈拢习惯说国语啊。对，对，所以母语拢无啥会晓讲安尼吼，对啊，所以爱改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台湾人袂晓讲台语吹洋笑咧，对啊，讲国语会晓讲个另外一回事安尼吼，所以咱上基本台语一定爱讲会好吼。好，来啊，即摆讲看咩哦？会叫小阿，要叫小龙。我讲小龙较好听。小龙够爽的，我来讲。咱内底小的较侪代。无，我感觉我好这小龙够爽的，我感觉嘉威比较有气质。啊，我个该等下嘉威。你个，无你个拄着我个嘉威，你拄着别人个小罗安尼吼。然后我叫嘉威关系，因为我小罗会像安尼吼。然后用我去搞卡电话，我去公公伊个小罗，这小罗像。对哦，所以嘉威哦哈，好来啊，即马赶快嘉威继续安排，继续安排。心来有江。好、哦，心来有江呢，够难度的呢。我们要休息，王文新来的，是消防员，哦，消防员。
谢谢。